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录一首麦，然后麦的名字叫做历史课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喜欢的话记得给宝儿把这个作品转发、评论、点赞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然后这首歌呢叫做历史课，是我们没有伴奏，所以、只能拿着原唱录，送给大家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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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天道地论古今，我麦子也需要更新。穿过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堂历史课。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。吕布为他着了魔，我勾结王允杀董卓。杀完董卓投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。杀敌斩将已无数，我三英无法挡他路。要问三英哪几位？张飞和刘备三人称兄又倒地，我铸就桃园三结义。刘备又叫牛贤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。赵云也把他辅佐，我三顾茅庐请诸葛。说完三国讲水浒，山东梁山雷震虎。农民起义抢国土，我拼命要为民做主。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人称孝义黑三郎。策略指挥能力强扬，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松，念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我愿为兄弟把命折。梁山好汉战方纳，敌众我寡不惧怕。青丝都变成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前浪拍死沙滩上。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把他们来歪唱。陆云能跟孙胜，卖个手机叫 iPhone。 小李广是花荣，干个比赛他称雄。母夜叉孙二娘，救我欺负喜羊羊。青面兽是杨志，顿了燕窝和鱼翅。花和尚鲁智深，开着电子开大奔。阎罗你阮小七，成天成宿打飞机。小柴进是柴进，坐着地铁玩微信呀，这个屌丝真给劲。青龙白虎身上印，龙虎青是武将，爱吃大葱宅大酱。矮脚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来月经。扑天娇是李应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部是恶性呀，随时可能要他命。魏定国，魏定国为了金钱眼全裸。跳涧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冲大麻。九尾龟陶宗旺，身宽体魄非常胖，随时随地把屁放呀，一浪高过另一浪。以上全部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。只要大家都喜欢，每天我都写一篇。昨天小林很受伤呀，了解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太嚣张呀，再来惹我就开枪。昨天梦中丢了魂，我带上铁锹去挖坟，挖到牛鬼和蛇神呀，跪下称我林大人。谁要再敢欺负他，鬼就把谁带回家。谁在公屏把花杀，我们助谁把财发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一盘肯定是录到了，但是喊得一塌糊涂。哦。